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你们好，我是花田。太好了，这个时间表的一模一样。话不能这么说哦，谁会使用放大灯把你变大了，所以才没事。哈哈，最近有没有看哆啦 A 梦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份哆啦 A 梦的解压蜂巢泥。首先调一份50毫升的水，加入30毫升透明胶水。这里我加了一点甘油，你可以用沐浴露代替哦。常规操作，加入小苏打和隐形眼镜护理液来帮助它成型，不要使用不安全的硼砂哦。好啦， QQ 弹弹的牛奶泥就完成咯。接着我们拿出一块海绵，修剪出一个圆形，把它放入我们做好的泥里面，让它充分的吸收。好啦，拿出一支你喜欢的笔，我们来画一个可爱的哆啦 A 梦。应该是每个人的童年都看过哆啦 A 梦吧，小时候总是很羡慕大雄的身边有哆啦 A 梦的陪伴。不知不觉就完成啦。如果能让你见哆啦 A 梦一面，你希望他帮你完成什么心愿呢？留言偷偷告诉花田哦。